本级刑事警察大队已日前持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搜索票执行搜索，现场查获范显苏某某持有三起毒品凯大面，毛重达109.45公克，以及赌资新台币39万元，并于现场查扣 K 盘及吸食器等沾证物，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以及经查赌博机房资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赌博罪移送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